大家好啊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是2023年的7月11号，现在是晚上的21:48。那我现在要从那个中山医院急诊部，那骑行这个电动车骑行到火车站，到厦门站。那我们现在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35度，最低气温是26度。那我现在看一下现在的这里的温度是多少度。现在是28度。现在是28度，晴天，南风4级，湿度71%。那我要骑行的话是骑行湖滨南路，然后再走湖滨南路，然后走湖滨中路，然后再走下河路，整体是这样子。我把这个地图缩小一点，可以走两条，一走是走湖滨南路，然后到湖滨南路到走到底，就走线路二，湖滨南路走到底，然后走湖滨东路。第二条呢是走下河路，是走湖滨南路，然后湖滨中路，然后下河路。那我就选用第一种方案吧，选用第一种方案，自行车骑行，湖滨中路，然后下河路。好，那我们开始，我们去骑行就开始了。掉头往湖滨那个湖滨中路的方向走。快10点了，路。啊，这是湖滨南路中，滨南中山医院站，这个站点是滨南中山医院站点。看一下，整体就是2.3公里左右，2.3公里左右。这里是自行车道，我们现在骑的这条道是自行车道，还有塑胶呢。但是夏天一晒，我估计塑胶也没什么用了，是不是？只是说一开始好看好用，但是这个要维护的，要保养的呀。这个人好高啊。估计是1米9，问一下。哥们，你身高多高啊？185是吧？我猜1米9。鞋子接上去有1米9了。看来是我自己太矮了。
湖滨中路，我们现在走这条是湖滨中路了。这里是有左手边是有那个地铁社区站，地铁社区，就是小区地铁社区。然后右手边，等一下这边，给你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早上不开晚上开的那个大排档吧，晚上才开。右手边，在和祥西路与和祥东路的交界处，等一下要走到。看到了啊，这里这边，今天生意不是太好啊，这边就是大排档，晚上才开的，这边晚上才开的。刚才那个地方是晚上才开的，就是湖滨西路与湖滨东路的交界处，是这里，这边是好像生意不是太好。现在时间是，看一下，现在的时间是21:57，快22点，就是说快晚上十点，晚上十点就开，应该说开始生意好。这是地铁，文兆地铁社区，文兆地铁站。给大家看一下，我走到这里了，从刚才从这里走到这里，然后等一下走下河路。好，现在我们现在可以过去了。文兆地铁6号口。6号口，4号口，这前面是4号口。之前这边好像是左手边，我是这些是夜总会啊什么之类的，中国烟草。以前这里是开的是夜总会，现在好像都没有开了。
我在这边，你看，左手边这些店面都是夜总会，就是酒吧之类的。啊，这里也就这家就是、啊，这么多人啊！但没有变化。这有些是精力无处释放，精力无处释放。到晚上，早上睡觉，晚上精力无处释放。没办法，是那个就是贫富差距实在太大了。有些人是。有些是过来释放一下压力，实在是太压力太大了。那有些人是，只有晚上才有时间，是吧？只有晚上才开始工作，才开始夜猫子出行。可以过去了。我们把这个。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，这横的这条路是下河路了。然后在左右手边是帝豪大厦，我们现在走的是这条是下河路。到文兆站这边，七线雕，可以过去了。帝豪大厦，这是什么大厦？忘了，要马上看一下这是什么大厦。这不是帝豪大厦，是。金榜大厦，金榜大厦说出来，这里就是金榜大厦。
个我们要到达金榜公园站，公交站金榜公园站就在前面，经常路过的，也经常从这里坐那个坐车的。哦，金榜公园站。再往前，金山大厦。华园大厦，右手边华园大厦。快到火车站了，快到火车站了。世贸商城，海报这么多，马上就到火车站了，还有20米，10米，5米。看到火车站这几个字了，啊，这个挡住了，不然那个，哎，看到。到了，厦门站到了，厦门站到了。好，大姐，好，那我已经骑到厦门站了，我从那个，滨南中山医院站骑行，
然后到厦门站，总共路过的路程就是湖滨中路和下海路，然后湖滨南路。现在已经是2023年的7月11号，现在是几点？看看，现在是22:10。今天是晴天，现在是晴。那感谢大家的支持啊！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。如果大家有什么想看或想说的话，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我能做到尽量做到。如果大家还有余力的话，可以加我微信或支付宝进行资助。我也开通了 YouTube 打赏功能，感谢大家的打赏，感谢大家。那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下期再见，拜拜。